慢点，宝贝儿，慢点。哎，哦，好，你先捞，慢一点啊，一定要小心。嗯，捞到了吗？没有捞不到这个，有点可惜。听我的，往里边走，往里边走。第一个船要定位。 走在里边去，你往前干嘛？后边的就是那么大，走走走，一个他留个位置了。来来来来来，老爷子，哎，老爷子，大家好，哎，老爷子，好，好，欢迎欢迎。等于是九二年的时候，老爷子就在山西太原，就是山西省调协，96年老爷子他们退休，就把他们就接过来。这个地方当时一看，二话没讲。 签了合同，就定下来了，37万。当时的07年37万，估计当时我们的脑壳有点大了，这还没算余钱呢，这。哎，今天下去的规矩啊，三米楼，饿粮食均开饭。一号大饼，一号啊。现在我们。 画面中看到这位是专门开车从湖南宁乡赶过来的一位钓手，马池啊已经运营了有13年了，在7月11号在打完这个告别赛之后啊，我们这个赛池即将永久关闭了，所以我们的很多钓鱼人啊都趁着这个最后的时间来一起来重温来掐鱼，回忆一下这马池的这些欢乐的时光以及这些荣耀的时刻。 可以讲，当时我们的钓友都是大家等于是众筹，一听说这个钱不够了，这个拿10000，那个拿20000，钓鱼人太好，钓友太给力了。到现在为止，老太太、老爷子包括我，就是说义无反顾的，就是愿意再做这个事情。嗯，二老跟你们说个事儿，就大家还是想支持着搞一场比赛，想在7月11号安排一场马池的告别赛。 早饭给你搞好了，汤给你搞好了啊！好好好，你赶快吃了它。好好好，谢谢。81，今天81了，身体感觉到跟从前没啥区别，好像。关键主要是这个钓鱼，没事的时候呢，拉拉钩子。 捞捞主线，有这个乐趣，有这个兴趣，活着了，还真有劲儿，真有这个想法。96年，96年到长沙，同年就加入咱们湖南省钓鱼协会。 开张营业整12年，每一个月一场大型比赛，全国性的，湖北、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的也来，贵州的，每个月都有来。1、2、3，一开始钓鱼。 就是我自己钓，后来就教，教着教着就是有感情了。老太太好，钓鱼呢？哟，钓鱼。这个如果是鱼快，就
不要跑满杆，你慢要跑满杆。好，试试。你看，这个手法控鱼好像好很多哎。对，控鱼好，然后回来鱼也好一点。对对对。盯着杆的话，它不像那个起杆那么猛。爸爸，我今天在马爷爷这里钓很多鱼吗？可以，你发挥你的水平吧，好吧？等一下让你过足瘾，好不好？嗯，对。你看马爷这里，我在这里钓了10年了，你都10岁了。你看你也钓了几年了，水平怎么没长进呢？大小不过苹果，你们都来了。爷子好。你好，你好。马爷好。啊，你放假了哈？是的。好啊。嗯。三二一，走！漂亮啊，你看啊，三二一，起！上鱼了！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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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一学就会啊！又上鱼了！又上鱼了，真的好！把东西收拾好啊！好，好不好？好，你要做你的作业去啊，好吧，我还有事情，好不好？我姓周，叫周平，大家都叫我苹果。我是2009年年底接触到了马池，我在马池待了将近10多年，我所有青春的美好时光，大部分都在马池，跟马池有关，跟马老爷子啊，然后跟马池认识这些钓友啊都有关。其实这一次到底上来意味是什么？就是，就感觉有点失落的吧。只要是在马池出来的人，应该都有这种感觉。所以最后一场，我们真的不是去为了夺冠啊什么的，就是为了一种情怀，去看一下马老爷子。以后估计见面的机会都少了。吹过来了，今天来看看你们。坐好。我97年来的时候是一个小店，我们是，还记得吧，文强？记得。现在，嗯，20多年了。在我的堂子里边要举办一个比赛，嗯，我们这次新老的一块聚一聚，对，好吧，结束了我这个钓场。现在是要你赞助咱们进。吃饭赞助点。好，这个没问题，这个是小问题。我跟老爷子的，跟老太太他们，认识应该是27、28年。当年我们的渔具，我们还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商店的时候，在需要马老爷子的时候，他都是亲自每一天坐公交车到我们商店，来讲解这个钓鱼竞技方面的知识。和钓鱼的这个好处和乐趣，所以的话，我们能够有今天的话，都是离不开马老爷子。发完奖以后，大伙在鱼塘子里边共餐。好的，一定过来。有什么需要，有什么要帮忙的地方，好吧？买面粉去啊。咱们150个人左右，大概要多少面粉？大概还不得10来斤左右啊。那我从来也没搞过这么多。我跟你讲，我在变电站里面包饺子，那时候在红旗路的农科院里面，他们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说你们都是什么、猫啊，是怎么的？那鼻子那么长啊，呼噜呼噜呼噜开车都去了，吃饺子。买什么肉？我包饺子需要5花肉，5花肉，对，啊，10几斤吧，搞个10来斤啊。对，那搅不？搅好。还放那盆拿出来。讲实在话，一开始确实我们不想搞，因为二老的身体
没有以前那么硬朗。这是他们退休的一个寄托，一个精神寄托。我们整个就是说在马池经历过这么12年的这些朋友，给大家一个在马池啊，咱们只是限于马池的一个相聚，大家做一个告别吧。这次可是大了，高教授，150多个人呢，再费劲也得包。这那些徒弟们特别耐心，老是说包不包饺子，师傅包不包饺子。我说你去问，问师娘是吧？他的徒弟最多，都是他的徒弟，我就伺候他的徒弟，是不是啊？都是你的徒弟？都是。家徒弟吃这些饺子都是我包的，对不对？活的一个就是心态，钓鱼就是心态。我接触的这些人也，舍不得这块地，有梧桐树就能招凤凰来，有这块地，就有钓鱼的同志们来。车到二区顶上要靠草啊，这边要留背吊箱的位置啊。好久好久见了。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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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太神秘了，老师。这也是重现马池的辉煌啊。繁星OK 放下来。有机会你钓了这么多年，总算在马池抽了个大便。最后一场告别赛，哎呀！这次来马池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些老朋友啊都出现了。以前，好长一段时间这些老朋友都没有出来比赛了，还是说马池这个号召力啊，还是挺好的啊。告别赛那个屏幕上面马老师那个背影呢，这种背影是非常让人有感触的，他好像真的是看着一个年龄段，一个在我们钓鱼生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的一个他的一个经历。这个钓鱼从我认识了学了就放不下离不开了，这一辈子想搞的就是钓鱼，如果能从被窝里爬出来，我还得。你告诉我几条？六。一分。大便正好。这个堂子，它最大的给我们家最大的一个就是，人情之间的这种善和这种好。讲实在话的，真的是，各界钓友。各地区的钓友真的是大力支持啊，留恋的就是没有这个马池就没有钓鱼人，这20多年我培养出来了一大批精英的钓鱼人，这个鱼塘今天他就完成他的使命了。
我跟你讲，这面不够，我还得糊。我包的馅儿大。你现在赶快把猪肉的来去。距本场比赛结束还有三、二、一。这个两条鱼，我的心里都有底了。几分？四分。获得告别马池的冠军，歪脖子李斌，有请。好，这是我的小徒弟。接着说。啊，这是一把手教出来的。啊，怎么？马池虽然不在了，我还在。我好要把身体锻炼好，我还要为大家服务。好了，祝大家身体健康，钓鸡蒸蒸日上。好，煮饺子啦！来一趟饺子来。来个人呐！拿走。来一点吗？吃饺子。来，是。哎呀，我运动时还是走越轻走直的，胸罩太大了。大家要吃好喝好啊！大哥辛苦了啊！给了我们这么大的面子，我实在是感谢不尽。慢慢喝，别着急。来，请干为敬，感谢马老爷。马池陪伴我们十几年时间，第一场比赛我参与了，那么最后一场比赛我一定要来。我在这里十多年了，我在这边从炼杆、学习、竞技都是马老爷子在教，然后这么多年下来从这里走出去走向全国。今天掉得不行的，反正重在参与嘛。这个因为这是告别马池的最后一次赛事噻。祝福这一家人吧，希望他们一直能够活在钓鱼的快乐当中。我希望马老爷子越来越好，一家人以后希望马池还会重现江湖吗？希望他们今后的日子越过越好，这几句话希望他两老的健健康康啊，万寿无疆吧。来马亮。2008年还是个小童的时候，我们砸冰是吧，冰山，然后我们在那个水库钓的鲫鱼倒进来，金甲水库嘞，对，金甲水库钓的，哎，跟小猫一起每天搞的整理箱，钓的鲫鱼几百条往里面抓，然后那一个月我们十几个小伙伴一起啊，那整个可能有几万条哦。那是干啥啊？这个马亮，我们最后的敬马亮啊，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谢谢，永远站在钓鱼的第一线。江湖再见。